月份、十二月份有两个奥运选拔，还是先，对，主要还是先是那两个奥运选拔。信心肯定还是有信心的，但是希望自己能把过程做得更好一点吧。就感觉今年的比赛过程上总差一点感觉。双人其实有一点点，因为双人是职业决赛的，还是稍微有点不适应吧。就在那么大的比赛上面，没有一个预赛，就是说过一下场子。但是其实奥运会也是职业决赛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特别好的锻炼吧。我觉得能展现出更好的自己吧，包括就是说中国跳水队的一个风范吧。